接下来大家啊，这个大家呢，就是对这个《自由传》这个内存呢，还是很感兴趣的，所以呢，带大家呢简单的剖析一下啊，就是既然感兴趣吧，咱就弄啊。刚才呢，我们没有讲方法，这方法做不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讲方法就可以做了。这里面有什么方法呢？跟大家介绍其中一个方法，这是必须呢要作为一个了解的、用来验证的方法。实际开发倒不太多见啊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找找啊，刚才我没有讲。因为什么呀？用不上，Enter，看到了吗？返回字符对象的规范化表示形式。这方法我让你们看都看不太懂，一个初始化为空的字符串池，它有死菌类私有的维护。当调用这个方法，注意听啊！当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，如果池已经包含一个等于此字符串对象的什么字符串，则返回池中的字符串。如果池里边没有，怎么样啊？则将字符串怎么样添加到哪儿？池当中，再返回这引用，是吧？就这句话，我跟你讲，它描述的其实是这么回事，就这个意思。子句 S1 就等于 ABC 有没有？子句 S2，大家 ABC 有没有？S1 叫做，十里边有这个吗？没有，弄一个，没有吗？弄一个，啊，第二次，S2 的，十里边有这个吗？有，拿出来用，听懂了吧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我刚刚读完以后啊，其实你们有可能还是没有搞清楚，说，哎，这是啥意思这个？看着，这个方法只仅用来验证就非常方便一些啊。Enter 的方法呀，我跟你讲，它是可以怎么样啊？可以对这个字符串池那进行操作的，明白了吧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不是，这我刚才说的，这就是刚才他说的，叫什么样啊？规范化表示形式，听得懂吧？哎。他会做这个字符串池中字符串的操作，那他操作全是池子里边的东西吧？我再说一遍，他操作哪儿？是不是都是池子里边的东西啊？好了啊，不再多说了，接着看，这俩注释就，那看着啊，死讯 look 了啊，S1 用 S1 就等于 ABC，再写一次，死讯 S2 就等，不。这么写不就出来了吗？你用一个死菌，我看这么写靠谱的，因为这样的我省事儿。大家是不是疑惑在这儿？哎，我就对象了嘛，对吧？看着，等于，注意 look，这个叫做 S1 点什么玩意儿啊？Enter，啥意思？我这儿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对象？是的。紧跟着，我是不是用的这个字符串对象去调用了操作池子中那个方法？哎，我调用这方法后是返回来了池子里边这个对象，对吧？返回完以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边 S1 等等于 S2 吗？右键，是不是 false 啊？大家跟我这么写是不是一回事儿？是放了吧？啊，就这意思。我用这个给大家讲一下是什么样的，就是说，我这 S1 吧是对为对象吧，我这对象啊到池里边找去了吧，池里边没有，根本在池里边建了一个返回 S2，大家你也看到了，他这边是不是在说这事儿啊？对吧？池里边有，我就拿出来用；池里边没有，是个返回来呀。是吧？创意给它返回来嘛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说，老师，这个在哪儿呢？很多人疑惑说，老师，哎，这 ABC 在哪儿呢？是吧？我呀，都懒得给你画这图了，画图也不给你画的明白，干脆怎么办？好吧，直接看源代码。大家有的哥们说，老师，咱们还是不是得打开这文档，看这打开这文件夹看源代码啊？Eclipse 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，看源代码的，知道吧？我们没有必要再找什么那个麻烦，
你把这光标放在死菌上，我跟你讲，你摁一下 F3，直接切换到死菌点 class 这个源文件上。啊，不是这么调，就是这么调，好不好？说老师还摁 F3 啊？不摁 F3 也行，点鼠标就行，只要你按住 Ctrl 键，再把光标往这个死菌上一放，看到了没？是不是跳链接了呀？下面两个，一个打开这个，打开这个是吧？一个信息嘛是吧？啊，不是实信息，是一个实现，一个什么声明那个东西。我们一点击，大家看是不是源文件直接切到死菌类的这个构图函数上？大家发现你是不是传了 ABC 进来了呀？对吧？ORI 嘛，记住这个词儿啊，传了一个参数嘛。它接收完以后，首先我拿到这个什么呀？它这个个数吧，这个 count 和这个 value 呢，其实都是字符串类里边已经定义好的一些属性。这样往这看。value count 是什么？定义好的一些属性，可以直接调用的，是吧？完了，不是，再重新切一遍，太麻烦了。大家往这看，记录完以后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它是不是把这个字符串点 value 这个数组吧，直接把它转成一个数组了？看到吧？转成个数组了。然后呢，它就在对着数组干嘛呀？进行操作判断，这个数组的长度大于这个 size 不是吧？然后紧跟着，它又重新定一个数组引用。如果你大于的话，怎么搞？搞完以后，用这个。把这个数的一部分收到这个新数中来，这个 v，大家发现了吗？你看到这儿，你看到什么了呀？最终这个它传下来这组串，是不是直接作为参数变成数字在里边操作了一下啊？对吧？它不用再往长沙这边存，听懂了吧？这个就可以理解为什么？理解为是这哥们特有的一份数据吧？听明白了吧？特有的一份数据，那所以大家这个地方呢，我就建议你们怎么去理解呢？啊，这个 new 的什么呀？是两个对象，这个对象是不是在这个对象里边进行维护的呀？对吧？在对象里边进行维护的。那而这个呢，什么样啊？这个是不是获取池中的数据啊？听懂吧？获取的是池中的数据。那这个数据什么？是不是共享数据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数据是共享数据。OK，这个咱就不再多说了啊。这个作为了解，告诉大家一个 inter 方法。只不过呢，这方法不在我们开发，一般不用。听懂了吧？开发一般不用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这哥们是这么牛的对象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对象给他存到池里边去啊？这是不是从池里边取啊？哎，就这么个意思，好吧？这是把这个内存的原理呢，先跟大家说一说。那。